大家好，我是洪哲，我来自中国，今天要欢迎大家来参观我的家。现在我来大家逛一逛啦，现在我来带大家逛一逛。 这里是我们家的客厅，你肯定会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是红木沙发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爸爸，我的爸爸很喜欢红木沙发，但是我不喜欢，喜欢不喜欢，不就是不好不要的意思，你可以说不喜欢。 我们家会喝很多很多的茶，比如说我们会喝茶，平时会坐在客厅里喝茶，像这样就可以喝茶啦。你喜欢喝茶吗？那我平时也喜欢喝咖啡。我们在上一期的视频讲过咖啡。 当当，这是我们家的餐厅，都是木头做的，都是红木的。那这一些凳子呢，很重很重很重，我很不喜欢，但是我的爸爸妈妈非常喜欢。 木头的凳子，然后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吃的东西，这就是我们的餐桌，它是一个圆形，圆形的圆形，然后有葡萄，这是葡萄，还有香蕉。 还有面包，面包。我妈妈，我的妈妈特别喜欢花朵，这个也是花朵，花朵。然后看看我们的厨房吧。现在我来带大家看看我们的厨房。当当当，这就是我们家的厨房。 是一个中国的厨房，我们的做饭是用这种大大的铁锅，很大很重，还有我们的做饭的灶台，我们都是用火的，还有电磁炉，电磁炉，很奇怪，对不对？哦，必须要有的就是我们的米饭机器。 做米饭用的，这个是每个中国家庭必须要有的。我们还有微波炉、烤箱，等等等。有时候我还会在这里做橙汁，橙汁。OK， 没有了。还有我很喜欢的就是我的冰箱。 这一些是我的冰箱贴，这是冰箱贴，这些是我以前还有我家里人去旅游收集回来的冰箱贴，像厦门、纽约、北京、澳大利亚、台湾、巴厘岛、海南。 西藏还有好多地方，迈阿密、佛罗里达好多地方，我很喜欢旅游。你喜欢旅游吗 ？OK， 现在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写字的台。我妈妈喜欢在这里写字，就是用毛笔字沾水就可以在这里写字啦。
但是我不是很会。那还有很酷的东西，就是我的房间。现在可以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好不好？欢迎来到我的房间。我的房间是一个非常乱的房间，可以看到我的衣服，这是我的衣服，这是我的床，这是我的衣服，还有我的衣服。但我最喜欢的地方其实是我的书房，就是这里啦。这是我的书房。Oh no！这是我的书房。噔噔噔噔，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里是我平时工作的地方。我的电脑，这是我的电脑，我的电脑显示器，还有我的桌子，也是木头的，对不对？很奇怪。还有我拍摄的道具，这些是我平时出去拍视频用的。然后我还有一些收藏的东西，比如说，我很喜欢的《星球大战》，《星球大战》，还有我的车牌，高尔夫，还有其实还有游戏机。我还很喜欢这里，我有个沙发在这里，我还有一个照片墙，就是我以前。我生活的相片，我的旅游的照片，我很喜欢在我房间里思考和工作。我还有一个单车，这样我就可以边骑单车边看电视啦。现在要来带大家逛一下我们的阳台，就是我的邻居们的房子都是长什么样的呢？你会好奇吗？欢迎大家来到珠海，这里就是城市珠海，在广东，中国的广东省珠海市。这是我家的阳台，现在天气超级好，一会拍完视频我就要出去了，我要出去玩。我们家里人非常喜欢喝茶，像这一些都是一些茶叶，开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橘子皮。橘子皮，它可以用来泡茶喝，很香很香。它就是一个橘子的皮，拿去晒干。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茶叶，像这个是我自己的，它就是一些小小的茶叶包，像这样，它就是一个小小的茶叶。好香啊！这是茶叶包，然后这里面有玫瑰花、玫瑰花茶，还有好多茶叶。我们再看一下，像这些也是茶叶，它打开里面都是茶叶，你看，非常非常多的茶叶，中国的茶叶。你喜欢喝茶吗？喜欢喝茶，茶，你喜欢吗？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还有什么吧。这背后的这一幅画是我们中国的花，中国的牡丹花，红色的。这是我们喜欢的颜色，喜欢的颜色，红色。这个红色，红色，是不是很简单？红色的。然后还有什么颜色？哦，这个是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粉红色，红色，粉红色。那还有什么呢？我想想，
哦，绿色，这个是绿色，绿色，就像这个一样，这个也是绿色，绿色。那我们家还有一只很可爱的宠物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我们家的小 baby，它是我妹妹的宠物。Talking，是一只小老鼠。这是它的好吃的，你看，它就会出来了。Talking，来吧，来吧，喵喵喵！我想把它带出来，来吧，嘿嘿。我们可以拿近一点看一下，它真的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喜欢喜欢。朋友们，你们想来中国吗？这是我的家，那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可以交朋友。So，朋友们，这一期的视频就结束啦，这是我家。欢迎大家来中国，拜拜。